2020年环号787641，也就是后面照片的这一鸽子。109年冬季达尔辉船队宜兰联合会五官总和四位，全会6708羽，205鸽舍，只有回来18羽，非常非常优质，中小型，感觉上插骨向前，病毒损手。因为已经去年的比赛，所以说现在肌肉已经休闲期再换毛了哈，没有那么饱满了。好，但是它是以非常反应非常好，恶劣天候表现非常独到的一优秀纪录鸽。全会归还18羽，本鸽综合四位。